我当时待了这个江干事，我还不知道这个兵叫尖锐石油。检查以后呢，他们说的就打那个那个针叫免疫的，是胸腺肽还是干扰素之类的？干扰素。对，打了很头痛发热。打了多长时间？打了差不多20天吧。打了20天。打了当时效果怎么样呢？打了，他说的有作用。后来，刚开始有一点点油体，在激光治疗以后，打了以后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又长出来油体了。长出油体以后，我就再去医院再去检查以后，他们说的这个病不容易治好，说的，他就是反反复复。治了说的，现在国内没有什么好的药对这个病能彻底治的。后来我就在网上查嘛，查了以后说的咱这南京油价医院是专业专科，说的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过来以后就叫你给我治疗，治疗了这几个月差不多，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。快速问诊，请扫码关注或添加医生微信号 JRSY 820。